班上人数跟上次比有点少，他们应该也是12、13人左右啊。其实每个班每个人他的人数是不一样的啊，因为他有的是先开的班，有的是后面才开的班，然后还没有满人。晨曦有多高？帮你采访一下，169，1米69啊，约等于170啊，咱四舍五入一下。无名在这儿蹦蹦蹦，你在玩跳一跳吗？你看他们的汗，看这衣服其实都已经湿了。陈静雅怎么又转圈了？就说别说，别说就当没发生。陈静雅马上要变异了，真的马上要变异了。但平常训练不穿白大袜，不穿大袜啊。彩画，我就看看你怎么个变异法。他说谁变异？那你俩搁一块变异？他俩本来就第二组。现在要彩画，现在要彩画。哦，江苏五言，你中了，你中了。你刚点了一下，你刚进来一点你就中了。南安班主任的班，那个郑龙老师、天浩老师、赵强老师，咱下周有机会安排好吧？但是肯定不能每个班都播，播不来，班属实有点多，咱要排一下档期啊。男班又没中，可以，咱一会儿再发啊，咱一会儿再发。你咋又变异了？疼吗？都在抖了。这是踩横叉吧？这是踩横叉啊。看一下晨曦有没有哭，早工好多哭的，确实。晨曦现在还好啊。男生有男班啊，男生有男班。对，咱们是有这个跑步机房的啊。你这个压软度疼是？肯定会有的啊。晨曦啊，这晨曦他没哭啊，非常坚强。别着急。别着急。微笑莫名的疼。变异了。这可不是折腾啊，这他们要解决软度必经之路。天哪，都看着都疼啊。吃得苦中苦，方有他人。其实是这个道理啊，因为你大家都是普高生，你需要在这个短期内去解决你的这个问题，你肯定是要吃一些苦的，尤其是软度啊。软度的话，你看这垫了块砖，看见没？这个砖
刚刚软度很好的那个女生，就是这个。这属实是，幸亏有个音乐在放啊。这个看你自己个人情况啊，成人肯定是可以跳舞的，你自己爱好，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跳，但是你要说这种高强度的训练，包括亚软度这些可能会不太适合啊。跑，看袁雨熙这几天天天跑步啊，嗯，他们是在这个跑步机房跑啊，咱们有专门的跑步机房。对，肯定家长肯定会心疼啊，但是你这个没办法，因为你走这个路嘛，你这个软度必须要解决的啊。对，加油加油。加油加油。此起彼伏啊，确实很心疼。刚给他们踩完是吗？这还没踩矿呢，这是踩横叉。加油无敏。你能忍，你可以，你很棒。他今天分贝已经很小了，是吗？真的。那你一会儿分贝会比他大吗？我的分贝，我没有分贝，相信。好，行，我看你今天忍不忍得住啊？横叉哭一遍，胯哭一遍，是这样的。上面踩的人，你看他笑多开心。对，但是他们一会儿要哭的，因为他们会换组啊。对，加油就是胜利。哭着喊着就下去了。对，是的，你这个你确实啊，压就能压下去的。这并不是苦难教育，这是因为这是他们必经之路。你就像你要是学习的话，你难道不从小时候的认字开始学吗？不从拼音开始学吗？这是必学的啊。你难道你上文化的时候就不痛苦吗？只是不一样的痛苦而已。哦，终于能起了。是的是的，哭出声就会好点。慢点慢点，想看看咱班主任，咱班主任是谁呀？你说的是哪位老师？起不来了。男班主任他们力气大是吗？嗯，下周啊，下周带大家看。来贴随寒。他们都是上课的这个练功，边练功边减肥嘛，是这样的。你是说袁雨熙是吗？嗯，下周应该是2、3、4的早上10点啊。正常来说是这个时间啊。感谢暖心的人气票。像他们这个踩完之后啊，必须得立马这个踢腿给他踢开。嗯，你
可以进一下咱粉丝群啊，然后如果咱们什么时候播的话，提前在群里告诉大家。他们是二四的这个今年省考的啊，二四届的。哎，确实这帘子一打开就热了，我现在就感觉到能感觉到有些热了。一共有几个班？应该有十来个吧。嗯，这回可以报仇了。看他说他自己说的啊，他会变异。让我今天来看一下他是个怎么个变异法。张岩。啊？我可没听他说，我光听你说了。别吵别吵啊，枕头你也怪舒服，还整个枕头，马上要入睡了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然后咱们给大家再发一个福袋，给你发个福袋。哎，你又想发要福袋又不想踩夸，你要的还挺多嘞。大落地窗叫啥牌？对，咱都是，你看，可漂亮这教室。他们是二四届的啊，今年省考的。加油！有多痛啊？有非常痛。虽然我很想说你可以自己试一下，但是这些动作啊，没有专业老师千万别尝试啊，自己千万不能试，一个都不能试啊。零基础和有基础的都要一起考吗？你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咱们大测吗？还是说省考呀？省考它不管你是普高还是艺校，不管你有基础还是没基础啊，你报了你就都是在一起考。这是艺校，不是啊，这都是普高生啊，都是普高生。陈静啊，咱一会儿啊，他现在非常平静，他还在看戏呢。加油！高星宇在哪？咱等会儿啊，加油！把他们都踢出去！家长肯定会心疼啊，毕竟还是很疼的。晨曦在帮别人压，看，他刚刚压过了啊，刚刚压过了。
最右边那个横叉都平了，是的。他一点都不痛，他非常轻松，你看，多淡定啊，甚至还能笑。哈哈哈！周末有假啊，周末有。把你给漏了，再见了。啊，不是不是啊，不是不是，当然不是啦。他们咋都不哭？哟，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，因为不疼，对不对，大家？我操！对，轻松这个，但是他也有可能是天生软啊。咱别吵了，咱别吵了，大家想看的不一样，大家想看的不一样啊。咱们可以这个排期嘛，就是比如说我想看这个班，想看那个班，咱们可以就是慢慢的来给大家播啊。其实他们哭了，只不过大家都是很能忍啊。最后一个好像张子枫，谁啊？你看他俩在练铁头功呢，他不是练横叉的。你看陈姐，你练铁头功呢？七七八八爱吃馍，嗯，你可以去后台私信一下咱们老师哈。铁头功，笑死了。绝对没有颈椎病，去腰跟脖子练得好。在哪里啊？在安徽五岩啊，在安徽五岩，在合肥啊，安徽，我们安徽校区在合肥。要保持多久？你看老师啊，他们准高三啊，准高三，他们是24届的舞蹈生，参加省考的啊，跟你当时踩横叉一模一样，是吗？看看另一边，在这儿呢。大家现在起来了，大家现在起来了。木子，欢迎木子。怎么起不来了？你看，他们练完之后马上收拾收拾垫子，可整齐，给大家看一眼。嗯，诗涵，我刚刚回你了呀，他们是这个24届今年省考的准高三啊。对，江苏来过，他还中了个福袋。你姑娘说练这个没意义，那是你们的想法，别人有人喜欢。我觉得你在这个直播间说这句话就非常没有意义。你自己不想练不感兴趣可以，但是你不要去干涉别人想喜欢的想练的。每个人他自己的爱好啊，包括自己的梦想都不同，他可能从小我就梦想就是当一个 舞蹈演员，是不是？你然后你跑到他面前，你告诉他这样没有意义，你这不是找骂吗？对吗？你就很喜欢舞蹈？是的，咱是有人是很喜欢舞蹈的啊。有空调啊，有两个空调的啊。右边那个在偷懒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大家都在踢啊。嗯，子恒老师班下周吧，因为咱们刚播过子恒老师班，昨天才播的吧，哎，前天播的。
是的，是的，更何况咱们还有中国舞啊，你大家都不练，谁去继承，谁去传承？